Hello，晚上好。我们继续今天已经帮这个退散打了一个号了，我们现在帮芒果把这个号打一下。新统帅，其实变化也就只是国家变了而已，其他都没怎么变。哦，没有流程。啊，这把要以巨兽为核心了。注定要落脚。下空心要不要？花又落，风清凉，枯竭成空。我的痛怎么形容？就郭嘉、甘宁、巨兽啊，别的也没有，没得打。因为这个缺武将，缺武将呢不是很好搞啊。你的这边有个过拆，那两家都有过拆，其实还不错。那这是沙家过拆加这个，这边更无敌啊。有万剑，有九杀铁锁，基本赢了这局，旅途劳顿，请下马休整吧。基本是赢了。
这波铁索九属阴杀啊，铁索菊花九刀他应该是没了，都没逃啊。这个拆光之后呢，三点伤害绑这个大乔跟那个大乔跟貂蝉两个人就死了啊，跑得太快啊，跑得太快。这个新郭嘉呢还是非常强啊，还是非常强。可以看到这个没有武将的情况下面，我们玩这个也是可以打。这个呢，先火攻看一眼他是什么。他如果不是闪的话，我就可以啊，是个杀，那这就好打了。是个杀的话，我就可以九杀了。九，杀。帮帮人家嘛。他就需要两个桃。然后我再开桃园。
天命，桃园结义，这不是血赚吗？噔噔噔噔，乐主啊，乐主！诸将莫慌，粮草失于天下，乐主就行了。火杀！财通天地，逆天改命，马似飞蝇，枪如霹雳。旅途劳顿，请下马休整吧。乐不思蜀，九杀。通通乐主啊，好的，弄死他，再来。这个司马懿强乐还挺爽的啊，反正这个他这个武将啊比较缺，所以就这么打也挺好的。但他这个刘琦跟鲁智王平倒是很全。哇塞，兄弟又让我什么鬼东西啊，对手
这学校出什么？要出乐我的吗？他让我这个对手应该是让着我的啊，抓的孙策，一手孙策，江东小霸王的这个铁杆粉丝啊。海王先生救我！江夏冲耀之地，哇，好多吴忠，愿王守之。他真的是孙策大乔司马懿，有点东西啊。旅途劳顿，请下马休整吧。乐不思蜀，火杀。闪！我要铁索连环，过河拆桥，剑刀手，雷杀，闪！一剑出鞘。无懈可击，执政为民，当尽我所能。杀人，过河拆桥。难难当中有你。雷杀。伯父不在身边，我要自己保重。哼，正中下怀。吾自有琉璃之所，更能。我不带藤甲，带藤甲麻烦。带藤甲的话，如果火杀火攻就麻烦了啊。雷杀，国乃大家，保大家才有小家。铁锁连环。无当非君，法叛乱，朕蛮夷，兵略者，明战胜攻取之术，行击之势，诈决之变。过河拆桥，杀。执政为民，无中生有，尽我所能，无懈可击。杀！吾自有琉璃之所，更能体恤百姓之苦。只能无懈可击了。这中了就中了，没关系。他不一定能有片的，没片他人就没了。无中生有，言出子口，入于无耳，可以言位。过河拆桥，顺手牵羊。顺手牵羊，杀！这吴忠先不用开啊，吴忠没必要开。你的女人，杀！一个寒冷的夜晚，伯父，再也没人能欺负我了。火攻，无懈可击。在梦里，顺手牵羊，顺手牵羊。杀。
自作孽不可活。在现实中间那么孤单，山地崎岖也挡不住飞军破势。我的心执政为民，当尽我所能。杀。九。哼，正中下怀。自作孽不可活。还望先生救我。救我。皇叔勿惊，吾与关将军已到。杀。闪。吾自有流离失所，杀。更能体恤。这个人又逃跑了。百姓之为民，当尽我所能。火杀。让我消痛，只在梦里。言出子口，入狱无耳，可以言位。杀。我用强乐，对手的强乐，对手这把有点让着啊，这里了吗？有点，反正是让着我的，比较萌萌哒。这把我是冷色。哇塞，国家都不要的心，没有关系，不知在哪里，在夕阳下面没有表演。破碎的心，我这里没有拿灵桶，是因为我这个诸葛，我这个夫人也没有呀。诸葛瑾，顾家雇佣吧，我们去刷桃子啊。杀。以此计行，辽东可定。这边有一个闪。还需要一个红桃沙，顺便需要一些红牌。
属，反身还是给他乐吧。公正无私，因为这边人是没什么锦囊的。就我正好有个顺手牵羊，这个诸葛瑾郭嘉貂蝉，诸葛瑾雇佣郭嘉的话，盾扛伤害的能力很强的。这个不多说了啊，反正就很强。噔噔噔噔噔。天哪，张飞得拆，大乔得拿，他得用诸葛。用诸葛的话，郭嘉不好配合，就是有大乔了，刘琦我得让了，这郭嘉张飞必须要拿一下啊，否则感觉有点危险。好，他既然。
他既然他有无懈的话，其实可以直接自己动的，逆天难，没必要考虑这么多啊。无中生有，杀！说梦话，不知真假，不知笑话。海王先生救我！火杀，我先火攻一下。火攻，无懈。好的。过河拆桥。铁锁连环，九。这个无懈就是火攻，就是为了打无懈的啊。然后我为了打铁锁。大哥，众谋。铁锁的伤害，然后我们就先把这个雇佣给打了啊！一会儿下波再来个九杀，他就人就没了啊！那肯定要拆我武器的，两个武器都得拆。千里之外，直接拆我是吧？直接拆我，我刘琦就动吧。刘琦就稳一轮啊，反观一轮，过一波牌，孩儿愿往守真相，借刀杀人和杀，借刀和无懈吧，然后给他一张杀就行了。借刀杀人，杀。他人都没了，这死的也太快了吧！国事难安。好的，那今天先把这个校尉一打到中郎啊。这局没什么特别，没有过家的暖色啊。最强的武将是个王平，那他先拿了。那我们把这个张辽李严拿了啊。冷色出张辽李严，暖色是一个王平和，然后呢这面是一个灵统。我们把这个文聘，哎呀他文聘拿走了，欢迎凶大吉。文聘拿走之后，那我们把这个夫人给他拆掉，然后呢顺便拆一个这个，顺便拿个礼点啊。孙策，剩下都差不多了啊，剩下拿个区域他给拿走了，然后这个东西拿一下，咱们就张辽李严李典吧，就张辽李严李典好了。众将死战，非我之功。陶家决斗，决斗，先给他拼拼杀啊！不给他牌，我给李严补一张吗？李严应该不用补牌，就这样可以了啊。两个桃，两个桃子还可以啊。孤荡飞军，法叛乱，朕蛮夷，其略兵速，敌未能料。虽然没有距离，乐不思蜀，他把借刀扔了，杀。好像只有我这一个无懈，我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这个李严先动啊，决斗白马，哼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杀，他没杀，这蠢的要死。万计来之，休走之。闪。
想你。闪，无处可逃。这无懈丢了可还行？那我就正好可以打无懈了。粮草已到，请将军验看。决斗。这个我先把距离拆了吧。啊，我觉得距离武器拆了吧，拆了吧。过河拆桥。然后我跟这个李典配合一下。大丈夫何惧小节？有个顺手还可以。快马突袭，占尽先机。哎，这个借刀就没用了呀。小刀不拆刀了。顺手牵羊。杀。
大丈夫何拘小节。吴中白马，哼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回答火攻白马马，告诉丞相山路难走，请宽限几天。火攻还真的给我摸了个红桃。为主公戎马一生，主公为何如此对我？杀！九。乐不思蜀。的不一样，众将死战非我之功。雷杀。前尘往事莫再提起。火杀。哎呀呀呀呀，被这文聘偷了呀。虽死犹荣。哎，又到点了。今天先打到这里啊，可以先打了一小段，还不错。